看罗马书的第十五章。啊，到罗马书的多少？啊，罗马书第十五章。罗马书的多少？啊，十五章的这个十三节。好，十三节。啊，十三节这里说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，但有盼望。但确实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。感谢你干什么？从那个谁修的？你看我们所敬拜的真神。我们所信靠的神，他是带给我们盼望的神。是他们都把他们上班有那个说，两个。你看一个认识神的人呐、啊。是那他们上班是这个。好，生活在基督里面。哎，是吧？哎，谁告诉那两个说，我基督里？啊，确实有喜乐平安。一个你看是阿神。啊，充满在你的心里。你啊，说他们联络上。Yeah.